路人最先认识白先勇，不是因为他是白崇禧的儿子，而是因为他的作家身份。白先勇小说《台北人》《孽子》《纽约客》等作品一度风行大陆，而他的作品《谪仙记》被谢晋导演改编成电影《最后的贵族》，搬上银幕。跳个舞吧。很长时间，人们记住了白先勇的名字，却不大了解其父白崇禧是何许人也。多少知道一些的，则一言以蔽之，他是个桂系军阀。可是白先勇在对父亲的生平资料进行梳理分析之后，对于这种说法很不以为然。可他毕竟是白崇禧的儿子，就没有近水楼台之嫌吗？一种使命感，就是要把真实的历史记载下来。白崇禧1893年生于桂林一个回民家庭，早年就读于桂林陆军小学，蔡锷将军曾经担任那所小学的总办。1911年武昌起义的消息传到桂林，白崇禧加入赴武汉的学生敢死队，那年他18岁。在家里面知道他要参加敢死队上去了，我祖母还派我两个伯父，他的哥哥守的那个城门啊，守的那个城门，一个城门，要把他接回来拦阻他。哎，我父亲从另外一个门跑出去了，从西门跑出去了，就跟大军那一跑出去，他就等于走出广西。辛亥革命后，白崇禧考入保定军校，后回到广西军中任职。当时广西军队分为两派，广西军政首领陆荣廷等高层倾向保守，与孙中山的广东革命政府对抗，而白崇禧等青年将领倾向革命，他们投奔了孙中山。民国二三年在广州见的这个孙中山，孙中山跟他讲很有意思，就是我没有对你们没有什么，没办法给你任何援助，我只有三民主义。我父亲说那三民主义就够了，他跟他讲。后来白崇禧联合李宗仁、黄绍竑等青年将领驱逐陆荣廷，促成广西统一，时称广西三杰。那有差不多快7年，把广西建设成为前为止三民主义模范省。那几年他的确他的一套政治理念，他也研究世界各国是怎么强国的呢。他最佩服的是德国的那个19世纪德国那个宰相俾斯麦，什么铁血宰相啊，比如什么怎么一把把这个德国变成一个强国。1926年北伐战争打响，人称小诸葛的白崇禧应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之邀，出任国民革命军参谋长和东路军前敌总指挥。那是蒋介石与白崇禧的首度共处，经常合作，甚至不乏温馨的场面和故事。那时候蒋介石那时候还没跟宋美龄结婚嘛，他的前一任的陈洁如，我听我母亲讲，我母亲也跟随军上去的，好像蒋介石还晚上还叫陈洁如炖了自己亲手炖的燕窝送过来。分裂往往产生在胜利之时，国民革命军占领武汉南京后，宁汉分裂，导致蒋介石第一次下野。一般史学者认为蒋介石下野与桂系势力有关，但白先勇并不认同这种说法。宁汉分裂那时候汉口这么叫出兵了，张法奎呀、他们这要出兵要打南京了。这样的话，要是这两
国民革命军内部打起来，北伐就完了。啊啊！所以在这种情形之下，等于是为大势所逼的，非下也不可。桂系军队跟随李宗仁、白崇禧，从镇南关打到山海关，其势力也从广西伸展到半个中国。北伐战争结束，蒋介石裁撤军队，与桂系势力再度发生对抗。那桂系的少壮派，那个胡宗铎啊、陶军啊、冒进到长沙去打的那个长沙的那个省长嘛，鲁涤平，就这次呢说湘变事件，那中央嘛就有了借口了，这样就打桂系，起了中原大战。从蒋桂战争到中原大战，李宗仁、白崇禧的桂军两度与蒋介石中央军作战。国民党他曾经是认为自己是主义，有主义的党，有主义的军队，那么其他的这些这个军事势力中间没有这个东西，他以保存实力为优先。那时国民党中央就把桂系军队视为军阀势力。白先勇出生于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的第四天，他后来知道自己出生之时，父亲当时面临着一个重大的抉择。蒋介石7月中旬发表庐山谈话不久，三次邀请白崇禧赴南京共商抗日大计，白崇禧倾向于接受邀请，可是鉴于蒋桂历史上的恩恩怨怨，包括李宗仁在内的桂系军政要人几乎都反对他只身前往南京。白先勇说，母亲马佩璋平日不过问政治，可当丈夫与她商议此事时，母亲断然说，这件事你要自己拿主意。1937年8月4日，白崇禧乘坐蒋介石派来的水陆两用座机从桂林飞抵南京。他是第一个，这是地方的那些将领里面第一个飞南京。他去了那边就变成是副总参谋长，蒋介石聘请他的。多年以来，桂系一直都是蒋介石的主要政治死敌和军事对手，现在白崇禧应邀只身飞往南京，震动全国。全国各地那些多年与南京政府不和的地方势力派也纷纷寻求与蒋介石的和解，共赴国难。抗战初期，人口仅有1300万的广西省组成了3个集团军、40个团，投入全国各地战场。作为副总参谋长、第5战区司令长官、桂林行营主任，白崇禧指挥或参与指挥了淞沪会战、徐州会战、武汉会战、长沙会战及桂南会战等多个重大战役，取得了包括台儿庄、昆仑关大捷在内的多次胜利。1945年，他曾被美国罗斯福总统颁发美国加油勋章。白先勇一直津津乐道的是父亲白崇禧在武汉军事会议提出的很重要，他说集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以游击战辅助正规战，跟日本人做长期持久战，啊，这个把日本人的那个日军的那个补给线拖长，拖到内地去，啊，要把日本人拖垮。后来被这个那个军事委员会采用了，啊，或者定为这个抗日的最高战略。白先勇出生在高官之家。可是抗战岁月山河破碎，留给他童年更多更深记忆的是不断的颠沛流离，而自己则是体弱多病。那时候刚生肺病，那时候的肺病所谓肺痨很厉害的，就说这个几乎很多时候是绝症，几乎在家里边那个医生拿那个 X 光给他看，
告诉他听说我的那个肺的那个右的那个肺尖这个右叶这里啊，已经很大一个阴影了。那样，我就看着我父亲脸色很凝重，很忧心。八年抗战，白先勇与指挥全国战事的父亲几乎很少交集。整个童年，白先勇对父亲印象模糊，只因这次几乎致命的疾病，才让他对父亲留有很深的印记。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白崇禧被蒋介石任命为国防部长。可是正所谓分久必合，合久必分。1948年春，国民政府举行总统、副总统竞选，对副总统一职，蒋介石力挺孙中山之子孙科，而桂系李宗仁执意参选。李宗仁力邀时任国防部长的白崇禧助选。我父亲反对的，还派了人呢、啊，啊、派人到北平呢，劝阻这个李宗仁，讲李宗仁没有听，就出来宣布了。那我父亲跟他的关系没办法了，然后也就是替他竞选了。白先勇说，他父亲白崇禧后来曾说，支持李宗仁竞选副总统是他一生犯下的最大错误。蒋介石当然不能容忍桂系的副总统和国防部长同在南京，结果李宗仁前脚当选了副总统，蒋介石后脚就解除了白崇禧国防部长职务，调任白前往武汉就任华中剿总司令。那么当然对蒋来讲的话，因为你行宪了以后啊，需要重新布置一个新的局面嘛，啊，所以国防部长当然换人。可是对白来讲，白觉得说他的国防部长没有换的理由啊，没有换的必要啊，所以两个人在这个事情上面呢发生了冲突。1948年11月6日，黄百韬兵团被围后，蒋介石电催华中剿总白崇禧所部的黄维12兵团东进，增援徐州。11月26日，黄维兵团在增援途中的双堆集被刘邓野战军阻击，并被包围。杜聿明率军解黄维之围，结果解围不成，其3个兵团又被包围在城关中。杜聿明被困后，蒋曾几次亲自给白崇禧打电话，要求白从武汉派遣主力解围。白崇禧认为派兵解围于事无补，拒绝了蒋介石的电令，两人在电话中大吵了一架。那你留这一支部队在手上，到底还有什么？以后还能有什么作用？这个，我们就事后来看，不是，恐怕是没有什么用的。1948年12月下旬，淮海战役和平津战役已经进入尾声，拥兵30万的白崇禧在武汉发出害境电，核心内容就是要求蒋介石下台。面对江山失色，蒋介石本来已经开始考虑下台，甚至连他的铁杆支持者张群、吴忠信等元老也都认为下也好一些，以便日后东山再起。蒋介石原本打算在1949年元旦宣布辞职，但是白崇禧的逼宫行为让他怒不可遏。就蒋本身来讲呢，他还是希望呢他自己来处理这个事情，而不希望呢是被别人要求来处理这个事情。结果是蒋介石原本准备让副总统李宗仁接任总统一职，而白崇禧强硬地逼他下台的结果是李宗仁变成了代理总统。青树坪之战，白崇禧打完了手上的最后一副牌。所谓兵败如山倒，
白崇禧所部被林彪部队一直追击到海南岛，最终全军覆没。此时身在海南岛的白崇禧有多种选择，他可以去美国，可以去香港，因为他是回民，甚至可以像马步芳那样去阿拉伯国家。李宗仁等人一再告诫他绝不可以到台湾，蒋先生不会放过他的，而他还要去台湾吗？他跟蒋几十年的来往，他晓得整个台湾的情况，他理解的，不是不知道的。他去那边就没有好日子过。他自己的话是向历史交代。这是1947年台湾228事件后，白崇禧赴台宣慰善后。此时白崇禧身为国防部长，何等威仪，何等风光。短短两年多，白崇禧以败将身份抗命济物到了台湾，日子果然不好过。人之所至，蒋介石的特工们总是如影相随，形同软禁。我非常表明到台湾去嘛，就跟等于是跟国民党共存亡的了。派这个特务来跟踪。那个后来副总统陈诚就来讲了，哎呀这特务啊还是保护你啦，这么说我也有，这么说他也有。副总我父亲讲了，哎呀你是副总统嘛，但需要保护了，我呢就不必要了。说他们很有意思的，他们都表面的面子还要维持住的。虽然过着软禁一样的日子，白崇禧照旧该做什么做什么，一样出席各种会议，一样出席各种仪式，保持着一个上将骑马的尊严啊。他照去照应该，他觉得这个拿一份信奉，这应该做的什么事情，连那个什么党的小组会议他也去开。这里是台北松江路，当年白崇禧一家十几口人挤住在几间木质矮房里，如今这里早已拆迁盖起高楼。白先勇说，父亲过去戎马生涯，与家人子女聚少离多，如今沦落台湾，父子之间反而有了更多促膝长谈的机会。我跟他关系比较一种在智力的交换上面，那一种 intellectual 这种讲，他跟我谈国家大事、世界大事，谈故看历史，谈这些东西的时候，那我们就有点好像是不像父子，像朋友。1956年，白先勇被保送成功大学学习水利专业，然而一年后他就弃水利而转文学专业，也不跟他讲。也不跟家里边人讲，自己考了再说啊，先斩后奏啊。我就我也不回到台北去考，我在台南就考了。先考上了我再跟我父亲母亲他们讲。那时候我才19岁，不是？就这样，白先勇考入台湾大学外国文学系，后改读英国文学。但在父亲白崇禧看来，男孩子应该以理工为主。法商次之，文史实属下乘。我有一套说辞，说服我父亲这样子。我觉得我的理想、我的追求、我对文学的那种热爱，我就是父亲看着，最后，哎，我记得他叹了一口气，好吧，你去。1962年，白先勇母亲马佩璋去世。白先勇及其兄弟姐妹跟着父亲，按照回教礼节为母亲走坟40天，风雨无阻。第41天，白先勇前往美国留学，父亲把儿子送到机场。最后一站，国庆刚过世，那我又离开了，所以怎么就是暮年丧偶，儿子们远行。所以父亲那时候也很，我想他也很哀伤，很难。我记得
我上了飞机看了他一个人在那，感到非常孤独。感到非常孤独。白大将军一生秉性刚毅，喜怒轻易，不形于色。白先勇说，记得那天寒风中的父亲竟也老泪纵横。1965年，李宗仁夫妇回到大陆，白崇禧的日子更难过了。到人民祖国的怀抱里来了。第二年，1966年12月2日，73岁的白崇禧突发心脏病，在台北病逝。白崇禧是按照一级上将标准举办的葬礼。葬礼那天，蒋介石第一个到场致哀，想必心情也相当复杂。我父亲跟蒋的关系一共40年，所以非常复杂。我要讲几天，可能讲一个，他分阶段性，他们两个人有分有合啊，所以他们互相。我觉得拿我父亲的一句话，可能概括了，知道吧？他跟我讲的，我记得很清楚。他说，总统就只讲了啊。他说，总统是很重用我的，他说，可惜我有些话他没听。白先勇后来完成了父亲的传记，仰不愧天。对于把父亲冠以军阀之名，书中做了坚决否认。常常讲的规矩就是，因为军阀嘛，这只是对于这个地方的那种的利益，只关注于地方利益。我父亲不是，他参加那个辛亥革命、北伐抗战，全是全国性的。父亲病逝时，白先勇远在美国，他说自己感到更多的是对父亲的一种敬重之情。当时那天晚上，我记得，我在想到的是他一生的历史的过程。我觉得我父亲的一生，我想到好像他过世，突然过世，他整个时代就过去了，他的。